原来没有人告你的名字。报警，报警，那是报官的。不要脸。不要脸干嘛？哎，不能这么说。待会让美国人他也很中中文的，一听到哎。听见了这个声音啊？肯定啦。那他们说，哎呀，中国人说话什么那么脏？算了，哎，那个录音的怎么要怎么才能把它放出来呢？ 放电脑里放不出来的。有啊，你们分享那就有啊。没，放不出来，那个不停的放片呢。